是12月24号平安夜。你看我的2011年，我跟 John 呢就来到了，刚刚看完那个马戏团，来到这个 Rockefeller 这个广场。你看，哎呀，真的是金碧辉煌啊！你看那么多金色的旗子，然后好多圣诞树，那下面有人在溜冰啊。你看 John， 如果你过来的话，你看那个圣诞树下面那个金色的雕像啊。这个啊广场前面，从这个角度呢，你看这个娃娃兵啊啊，这个做的很雕的很，你看好大啊，有两个啊娃娃兵在吹喇叭，然后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溜冰场啊，前面喷水池上面还有那个雕像哈、啊，然后好大的一棵圣诞树啊，那真的照得大家欣欣向荣，这样子看起来哈、啊，这经济各方面，你看人潮很汹涌啊，人潮这么多。现在是晚上12月24号，2011年晚上是差不多是9点钟，啊，那在这个第五街这边，花费了这个广场非常的热闹，待会可能有节目要表演。